当时有这个打算做我这个出行容易就做多了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我想让这个，因为就想让这个妥妥让更多人知道。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，所以千万不要弄外界世俗的眼光去决定你的人生该要怎么发展，因为你就是你，本来就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个体。真是这种妥瑞斯症状让我们学习了很多。其实妥瑞斯症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上天赐予你的礼物啊，你应该好好的接受它，你应该感谢它。从来没有去给自己定位过，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而已。其实我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是一种我自己的自我成长，就是通过我通过这做的这些事情，我比以前更好。